凯美的氧化问题啊，首先咱们看第一个患者发来的是个前叶溶，他说这个是咋回事，然后呢他告诉我呢换了土是吧，然后呢就是说20天前换的盆，用的平时泥炭土，换盆以后呢把水浇透，现在20天都没浇透，正常的男胎养护不知道什么情况啊。这个照片呢给我看到的是特别特别的片面，就是看不到一个植物的整体，你只能让我看到两个叶子，如果说你单纯让我看这两个叶子的话，它除了有点缺钙，缺一些微量元素，缺肥之外，其他的好像感觉不出来什么，好吧。希望下回花友们在拍照片的时候呢一定要完整立体的，你最起码能让我看到这个植物的全貌，是吧，你要不然的话我趴在上面看我是看不出来什么的，明白我咱们说的意思吧，是吧。好，下一个花友说是老花叶，我同事在办公室种的小仙女，先是叶尖焦，然后开始整片叶子发黄变软，请问这是怎么回事。给我的感觉您应该是南方吧，这种就是一个强光暴晒的感觉，如果说单纯看这个叶子的话，好吗，其他的问题不是很大，如果说就个别的一两个叶子这样你就剪掉让它重新长就好了，不要再给它强光暴晒了，干了记得浇水。看给我的感觉就是您那个也不怎么浇水的感觉，就是有点干，有点那种热啊，有点晒的那种，这应该是南方的花儿吧，北方现在这个季节不应该啊，北方这个季节全日照也不会这个样子。下一个花友发来的说是请教一下我这个副视觉到底什么毛病啊，你看吧浇水吧哎不对也不行，那不浇水吧还不行，是不是太保湿了，我需要换个土啊。像花友我跟您说哈，像蕨类的这个呢，咱们呢重要的是提高什么呢，叫空气湿度，当空气湿度不够的时候呢，它的叶子它就多多少少会出现那种明白吗，这个东西呢你不是说这个盆土里面浇的水越多它长得就越哇塞，它其实呢它的耐旱能力还可以，最重要的就是空气湿度要干，要给它这个干湿把握住了，让它温润一些，这样的话蕨类会生长得更哇塞，它是在那种潮湿的环境里面生长，并不是说你盆里边积水闷根它就能长得好，明白咱们这说的这个意思吗。好，下一个话就说这个草莓啊，我有两颗草莓，一颗好好的就成个黄，怎么回事是吧，就两颗，你这个好那个不好，这个呢首先我跟您说一下，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黄化病了，是吧，这个是什么引起的呢，就是缺一些个铁，缺一些个镁还有铜啊，我看你用过奥绿 318S， 家里边如果有花多多一号的话呢兑水浇一下，好吧，如果说有矾肥水是更好的，这个问题不大，它多多少少发育过程当中可能它长得快一点，可能它长得慢一点，因为它长得太快了导致其他的营养没供上了，叶子就这样了，明白吗。下一个话友发来的说是这是什么虫子咬的，会不会是切叶蚁，不用太过于担心，就这一个叶子你担心它干啥呀，你跟我这个宝莱能是吧，它这个叶子还种不好，你看就这样都跟什么咬了一样，你管它干什么呀，你这整体很好就完，它没有完美无瑕的时候，尤其是咱们养花，它你不要有那种完美精神完美主义，你这样养花就会很纠结很痛苦的，真的并不是说你看到人家养的就漂亮，其实你没有去细看，就跟看孩子一样，都是别人家的是吧，别人家的孩子听话，自己家孩子不听话，有一种孩子叫别人家孩子，不是？好，这个下一个花友呢，最后一个花友发来的是一个月季花，这个他问说这个月季怎么了？店家说黄叶是正常的，但我感觉这个黄叶不正常，不知道怎么救。花友啊，您适当的把控一下咱自己的浇水，多多少少呢开始有一点那种黑斑病马上要滋生的那种感觉了。控水，加强自己的日照，好吧？像月季花呢，比较耐旱的，是吧？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干湿循环，然后呢。盆土表面的这些土扒出来，一直露出来表面的根系，嘎嘣停止。然后呢，花盆有条件的话呢，离开地面一下，对吧？当这个双脚离开地面的时候呢，智商就占领高地了。说白了呢，就是接地气了，这样通气会好一些，对于养月季来说更哇塞一些，好吧？实在不行，你把这些桃粒拿出来以后，放到盆底儿，给它坐在上面，这样不就行了吗？桃粒挺好，没放对地方。另外呢，家里边如果说有多菌灵或者小粉药等之类的一个杀菌药可以用上了。好了，今天的养花问题呢，简单的给大家回答到这儿了，觉得不错记得点个赞，有其他的养花问题大家记得提问的时候一定要完整清晰立体的一个照片，看不清楚啊。我是老花一，养花最得意，下期再见，不见不散，拜了，臭宝。